大家好，我是 Shirley Liu 刘乔青，巴里莱雅的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的经验，还有呢我的一些人生的里程。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呢，会觉得人生的漫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其实年长一点的时候再来看生命，其实它是有限的。听说每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所有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在你心里留下很深的经验的事情，会一直这样闪过去。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就试着问我自己说，我希望过和活了怎么样的人生，做了些什么事，让我在那个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会觉得替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会感到没有后悔，没有遗憾。退一步，以人生从头，从你现在的年纪到你人生的尽头去思考，从反观过来，然后去策划你自己的人生，思考你要如何去运用它。这一些选择就开始变得比较清晰。然后呢，每一个决定你其实比较可以放在刀口上。我们在成长求学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非常多的关卡、经验跟岔路，你需要去做选择。我觉得大家会有遗憾的，大部分的东西是他们当初没有去做的事情，反而倒不是说他们去做而失败的事情，完全活在当下。人生无论是女生或是男生，其实生命当中我大分为三块。第一块呢，就是求学的过程。求学过程当中，我们义务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有那个过程，我们才能够有谋生的能力，才能有后面的人生。那么之后呢，在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家庭或者说伴侣的责任。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其实也是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另外某几个人都有很大的责任。那当我们拿掉这两块的义务，我就会看到中间这一块，我个人称之为说是人生的黄金窗口。这一个阶段呢，每一个人的长短不同，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说，这一段人生，它其实是你每一个人，你可以很任性的、很自由的、没有罪恶感的去追求你人生的梦想，去放手一搏，说我的能耐、我的潜力到底有多远，我到底能够走多高、拼多远，我到底能够实现我多少的梦想，是在这个阶段。当然也不是说你以后有家庭的时候你不能去那样，只是说你那个时候你要顾虑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放手的去搏，你也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没有罪恶感，然后这么理所当然的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当然，你如果找到好的人生伴侣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组织一个人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当那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慢慢来，因为提醒自己，每一个人的这个黄金阶段非常非常有限，尽量用这一段时间，人生的黄金窗口，去考验自己，给自己空间，给自己自由，给自己权利，去追自己的梦想，去试探说自己的底线，自己的能耐到底有多深厚。以后就算你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有更多的义务的时候，你起码可以过一个没有遗憾的年轻的追梦，Dream big。去想想看，说你自己扪心自问，说你自己的潜力在哪，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无论他再怎么疯狂，你都不要在意，你不要听旁边任何人的声音，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去问自己的心里，你想要活怎么样的人生，然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定出来，看看你现在在哪里。也许你现在缺乏的是资源，也许你现在缺乏的是技能，你有不同的限制都没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
这个中间的空间可以让你知道说你必须要做什么东西去改变你的现况，或是去加强你所需要的技能以到达这边。在那个文章里面，你们也看到了说，我当初其实小时候最想要的就是成就一个美妆的企业。当时呢也跟我的16岁的现况，一个人生，一个学生的状态，我要去想象到那样子。它其实是你某种情况来说，你可以觉得说，哦，是小孩子想要做梦。但是我觉得，当初我的想法就是说 ，OK， 我希望到那边，我要中间要什么东西，我中间就排除很多东西来，比如说学业，比如说去英国求学，比如说去英国，去牛津工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分解，还有它的窗口，然后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很踏实的去克服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要追梦，无论你的梦想有多大，它其实是可以达到，它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遥不可及，它是可以有一个公式在里面的，去看说我要到达什么，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如何去实现，我需要做什么的时候，它都可以被达成的。但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在这边，然后我们要到达梦想中间，它不是一步你就能登天了。所以常常你要中间建立出来这一个阶梯的时候呢，常常是你有时候人生你可能需要这样子，比如说你需要去接受比如说像我当初的状况就好了，就是去接受一个牛津的工作，不是美妆业的工作，以带领我到我想要到的地方去。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我觉得身段的柔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在追求到那边的时候呢，一路上你会碰到很多的考验。那我觉得年轻人碰到考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情商真的非常重要。情商包括是你对外人的情商，还有你对你自己的情商都很重要。对自己情商就是说，要对自己。好，就是鞭策自己的同时呢，也要去理解说自己在付出很多的努力去追求一个梦，所以呢，有时候要记得，不要太苛求自己。然后对外面的情商呢，对长辈的话来说，我觉得虚心跟柔软的身段非常重要。然后在虚心求学他们的经验或是分享谈的时候，会收集很多贵人。常常呢，当我们事业上要更加快脚步往上的时候，贵人跟长辈的提拔跟爱护跟保护还有经营是非常可贵的。那对同辈来说呢，要相信群体智慧的可贵。所以呢，当你能够尊重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同辈会帮你撑起来。其实也不是他们撑你或你们撑他，是互相大家一起撑起来，大家一起成功，一起往上。然后呢，之后才有更多的资源让你们那一代去照顾下面一代的晚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是内心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有自己的一颗北极星。我比喻这个方式就是说，当你看到这里，你要去的这边，它就是你挂在天上的北极星。那从你在这边要到那里，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走，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同。但是呢，千万不要，在这个中间。迷失掉，然后随着别人的意见啊，或者说哦，因为中间某个东西过程让你觉得哦很舒适，那你就永远停在这边了。千万要记得，在这一片人生的沙漠当中，如果你定出你自己的北极星的话，你一定要去追它。那在沙漠当中，你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路径去走，都可以。
只要他带你走到你的北极星那边，要记得虚心去接纳大家的意见，然后聆听大家的经验的同时呢，最后真的要做决定的是你自己，所以要记得有很清晰的思路去分析大家的意见，去分析你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你的北极星是什么，还有你在这个人生的黄金阶段之内你要达成的东西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意义的来源是什么。因为呢，你做出的决定 要自己要能够去承担，要去负责。因为人生它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决定所沉淀下来的结果，那就是你的人生。在人生最后的几秒当中，当你回顾所有一切东西闪过去的时候，那一些东西都是你每一天做的决定，所以你内心一定要非常坚定。如果内心很坚定的话，这个梦就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然后还有我的思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希望很快能再见到大家，再见。